快点啊！第一道呢是生鸡饮食三文治。哦、okay ，生鸡饮食三文治，好，我最喜欢三文治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准备呢，就是两个碟子。好，你就跟着我做。好，很简单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美乃滋呢是自己做的。哦，自制的美乃滋。对，自制的美乃滋。那这个美乃滋呢，主要来说它是用豆腐加海盐和橄榄油就可以做成的。水豆腐，所以我们每一次，因为家里有小孩子的人，有些人他们对蛋敏感，不能够吃那种外面卖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用豆腐来做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汤匙的背，尽量茶的多一点，那它味道会比较好吃。是，而且就茶两在两片两片上面。对对对，刚才我们准备的这个全麦三文治中呢，有红萝卜丝、紫包菜丝、沙葛丝、南瓜霜，然后还有生菜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因为这些我现在准备的这些材料都是你在家里可以用得到的。没错。OK， 首先我们就先放这个萝卜，你看萝卜要切丝。是，萝卜我知道有非常高的这个维他命 A。对，乌萝卜素哈，你就把它平排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排呢？因为如果有些家长喜欢这个餐点这个餐点，小朋友他会把它选掉、哦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掉，所以我们就全部对平均。对对对对 OK， 我们就把它平排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放这个是沙葛丝。沙葛丝，沙葛丝吃下去是很爽口的，而且它有带一点甜味，有抗氧吧？对，有抗氧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沙拉呢，这个三文治呢，它的成分来讲呢，基本上来说，家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准备的。是，这个比较少。对，这个比较少见到。这个是紫包菜，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撒这个南瓜松了。南瓜松呢，其实是一个很美味的食物来的，它有点取代像我们外面新年吃的肉丝。可是因为这是素食的早餐，生菜放上去。我好像有点贪心，几乎都是拿大的。没问题，都准备给你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最后一个。把它关起来，关起来，然后用手压一压。啊，哦，是，我马上迫不及待想吃。然后呢，压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压好了。OK， 然后你就在中间。OK， 就这样。对了。Okay, 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家里如果有小孩子的话，脚上父母亲都没有时间准备啊。这一个菜呢，就可以。提前先准备好，就是把这些菜切丝放在冰橱。好，那现在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。好，就让我尝一尝。生鸡养生三文治。那个南瓜的那个松南瓜松的味道，真的是有点像肉丝，可是是素食的，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早餐哦。对。那记得 mayonnaise 那方面呢，如果你没有时间自己用这个水豆腐来做 mayonnaise 呢，那你只好去超级市场买一些素料的，就是 vegetarian 的这个 mayonnaise。 为什么我们鼓励你用水豆腐，就是自家做的 mayonnaise 呢？其实因为自家做的 mayonnaise 呢，它的营养会比较高，而且它的热量很低，然后再加上呢，它是用海盐和橄榄油，营养非常的丰富，非常适合现代好动的小孩子。那这个三文治主要来说呢，它能够让我们有饱足感，而且它的营养很丰富，最适合现在忙碌的工作人员。